棒棒龙出动！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奇怪，哎呀，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再找找别的收获机吧。嗯。啊！小吉。看那边。嗯，好像是赖世龙啊。他在收获机前干什么呀？去看看吧。赖世龙，是你把自动收获机弄坏的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说是我弄坏的？我只是以为香蕉都没了，出不来。香蕉？是这么一回事。哇，那里有吃的掉下来耶。香蕉，这里会有香蕉出来吗？要怎样才能吃到呢？这里香蕉都没了吗？再去找找别的才行。原来是这样，赖世龙，这里没有香蕉，这是卖香蕉牛奶的自动收获机。是这样啊。他应该是看到海报上的香蕉，以为这里面有香蕉呢。是啊，赖世龙，无论怎么样，你也不能随意破坏收获机呀。对不起，我就是太想吃香蕉了，才。赖世龙，原来你也很喜欢香蕉啊。如果这里也有专门卖香蕉的自动售货机，该多好啊。专门卖香蕉的售货机？这个主意不错呀。大力、默默，这里有事需要你们帮忙。有我们可以帮忙的是我们的荣幸。什么事啊？
我们想为喜欢吃香蕉的恐龙们制造一个专门的香蕉售货机。香蕉售货机，哇吼，听起来不错哦。既然是香蕉售货机，肯定需要很多香蕉了。嗯，说得对。好嘞，默默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，走吧。默默，我们开始吧。好呀。我们只需要香蕉啊！啊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哎呀，达利，那我们还得重新种回去了。完全没有问题，走吧，默默。好嘞。哇，好多香蕉啊！第一次看到这么多香蕉。恐龙们那么高大，肯定要这么多才够呀。为了特别高大的恐龙们，我们还要做一个超级高大的售货机才行。好，那我们开始做香蕉售货机吧。好啊，来，我们一起加油吧。好嘞，好嘞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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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小吉。售货机瞬间就做好了，工程车小队太棒了。没什么，需要帮忙的时候随时找我们。谢谢你们，大力、默默，小吉也有功劳。对对，小吉，你的手艺很不错哦。小吉，小吉超厉害的。小吉，哇，这是香蕉售货机吗？这里真的会有香蕉出来吗？赖世龙来了呀，来试一试吧。嗯，我一定不会再弄坏了。可是我要怎么做呀？你踩一下下面的踏板。哦，知道了。没出来呀，怎么会这样？哇，出来了，成功了呀！哇，是香蕉，是香蕉，好好吃啊！尽情吃吧，我们把其他恐龙也叫来吧。好呀，喜欢吃香蕉的恐龙都过来看看啦，在这里想吃多少香蕉都可以哦。什么？这里排香蕉吗？哪里？哪里？在哪里？好，大家排好队，不要急，一个一个来，踩下售货机下面的踏板。香蕉就会自动出来了。看见大家都这么开心，我也很开心。我也是，都是你们的功劳哦。给。请你们喝香蕉牛奶，谢谢你，安仔。哇，果然还是香蕉最好吃。长长的。
棒棒龙出动！嗨，快点击这里订阅我们吧！